第二十一拜，一心观理，四维上下，称赞本师，于一切世间，说此一行难信之法，劝诸有情，至心信受，护念十方念佛众生，往生净土，恒沙世界一切诸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再观理就是恒沙世界一切诸佛，这一切佛他们是在赞叹咱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呀，四维上下，东南西北称为四维，上下就是中国六合之内，这是一个六合吗？四方，又有上有下，不就六方了吗？四个角就都包括在里头了，就不用说十方，只是六方。所以在秦译的阿弥陀经就是六方佛，六方就够了。实在印度文是十方，玄奘法师翻译的就是十方，那四个角鸠摩罗什法师给省掉了，六方够了。所以夏老师汇集也是保持了六方，没有十方。但是把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一些摄受进来了，四维上下，称赞本师，称赞咱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称赞什么呢？称赞本师在这一切世间呢，在这样的世间里头，种种的世间，一切的世间来说这个一行难信之法。这个难信是一切世间都难信的法，不光人信不及，天比我们聪明得多，他也信不及呀，高的天也信不及呀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一切世间难信的法，释迦牟尼佛于一切世间说此一行难信之法，劝诸有情至心信受，四维上下称赞本师说这个法，这是所顶礼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十方的佛自己都在劝这一切有情要至心信受啊，这是难信的法，十方佛都在那儿帮助劝导众生，你们要好好的信受啊。对于释迦牟尼佛所说，要至心至诚的心来相信来接受啊，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。而且十方的佛都在护念十方的念佛众生，所以我们在念佛，我们不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护念我们，你是他的好学生呢，阿弥陀佛在护念你，因为
你想去呀，你要去求学呀，十方佛都在护念你呀。这个十方佛都在护念十方的念佛众生啊，就是你这个真正发心念佛的人，你得到十方佛的护念，这就使得你能够成功，能够往生净土。所以这样的诸佛遍满于恒沙世界。我们在遍里恒河沙那么多世界的一切的佛，这就广了，我们就要理他，和我们关系也如此。他称赞我们的本师，劝大家好好接受本师的教导，而且护念一切的念佛的众生。所以这一种我们在礼拜，在恭敬佛，这就在拜佛，这就是功德。你知道这个佛的功德增加咱们的信心呢，我们不是孤立的。念功讲到这里，对面前听众酣然而笑。所以有很多人总觉得，我在外面参加一个地方，人非常多，道场非常盛，这个师父非常有名气，很热闹，天天在有建筑什么，锣鼓喧天呐，香烟缭绕，这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真正的用功去修啊，你这儿虽然是清净，你这儿是十方之佛之所护念呢。所以我们所跪的是山林中的佛法，不是要求城市里头佛法的那个热闹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山林中的佛法和城市里的佛法是不一样的，一个就是要广泛的结缘呢，热闹啊，一个就是清净啊，真修啊，这两个不可得兼呢，大家都要知道啊。你要去忙乱之后，种种忙乱了之后，正果法师有句话，他说，你认识一个人，他就在你的脖子上挂一根绳，挂了根绳之后，他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来揪一下，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高兴，有了绳吗，他要揪你一下，你挂太多了，这个刚揪完一下，那个再揪一下，老有人揪你，你就麻烦了。所以说现在我觉得要避免这个热闹，避免这个让别人老揪一下。但是如果我们互相为了说净土法门，为了巩固大家的信心，宣传正法，这个就是再辛苦也是应该做的，这个要分开。这些事不是被揪，是我主动的，尽量避免被人揪，不愿被人拉着鼻子走，我也有我的计划，这一些事跟我计划，在我计划相合，我尽力去做，因为年岁有限了，这跟我这个计划不合的，
我尽量避免呢，不能舍己寻人呢。能够做的，那个力量也是不多，我们只能是踏踏实实地做几件对于佛法、对于众生有益处的事情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护持，希望能做的事儿做成。每一件事做成是不简单的，都是好多好多障碍。Namo Amida